三、四啊，这个我觉得都可以给我当这个小抱枕了。五，看了吗？就跟个奶酪砖一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，我真是没有想到，有些朋友看我的年货合集啊，看到上头要求我一天十根礼物，你真是想点多啊、哦，想了点多，就算你们想得多，今天的零食更多，我的天哪，这都是几斤几斤的，而且价格超级便宜。第一个是这个四斤的空心薯条。哦，没有完哦，没有完哦，没有完哦，还有三。这个我觉得都可以给我当这个小抱枕了。我看了多少钱，我买的四斤43.9，一斤就10块钱出头，这么多10块钱，跟大家尝一下。还别讲，它跟那个某某味道真差不多，它没有那个哈味儿，都很脆。你看这包装，它只是这包装比较简单一点，但不影响它好吃啊。哇，这样就是一下抓一把吃。不懂就问，这样是能更好吃吗？啊，这番茄这种酸酸甜甜的粉粉，很牛很牛。哇，下一样，七斤的饼干，七斤。我找的是那种老式童年饼干，好像是有香蕉味的，香蕉味童年专属味道。不要吓我，谢谢你，不要吓我。嗯，哇，这香蕉味出来。嗯，五，这个我找了一下，他们有的简介写的是桂圆味，但是桂圆味它就是香蕉味儿。我就想吃香蕉味儿。因为我是猴。瞬间穿越到我太奶奶的那个房间里面。嗯，它里面就这种白颜色的夹心，糖的，滑滑的感觉，有没有要跟我做朋友的？咱们一起来吃。也没有太碎啊，这个我吃好一阵子的吧。我这七斤饼干买的是39.8哦，好像更便宜一点。今天这些零食我都是在拼多多上买的，现在拼多多有年末大促，还有288元的优惠券。我这一大堆东西领完券以后只花了几十块钱，真的特别便宜。领券链接我也拿过来了，现在直接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就能够领券购买了，领了就能用，下单直接就可以捡，能薅一点是一点。过年吃吃喝喝，实现零食自由，那是没有问题的。这个蛋卷你们推荐过好多次，但这个我已经很早之前吃过，它确实很好吃。而且有好几个味道，这个是奶茶味的，它这个非常像阿萨姆奶茶，非常像。嗯，你看白的夹心，好多好多口味。嗯，它不仅是奶茶，它带点咸咸的，咸奶茶，哇，很好吃，大草原味，是牛乳味，每个都很好吃，真的很好吃，夹心非常扎实。还有这个豆乳味儿，豆乳味也好吃，嗯，带一股豆浆味儿，嗯，桂圆红枣味儿，好养生啊，这味道真的好吃，一股子很浓的桂圆红枣味儿，人家说废话吧。还有三明治肉松卷，就是咸口的，这样我看不出来有肉松，有没有肉松？它没有，对不起，它没有，它就是奶盐味儿，咸蛋黄味儿。哎，这总算有个不一样的，有黄色夹心，建议大家混着买，你们看看你们喜欢哪个味道。嗯，下面这个我真的是第一次见，叫做乳饼，看了吗？就跟个奶酪砖一样。我特地搜一下，这个好像要煎一下，或者是用空气炸锅，我们去试一试，好期待呀！它是切开来是很扎实的，你们看这个纹理，煎到两面都金黄色，再撒上白糖。我这空口尝一下，它就是那种很浓厚的奶糕味儿，没有其他味道，就是那种奶腻腻的。哦，它煎了以后变 Q 了，啊，这奶味巨重，嗯，好像很像奶豆腐、奶面筋，对，它这好像还有咸口做法，但我吧
肯定是喜欢搞白糖，搞炼乳。哇塞！哇，太神奇了，从来没有试过。哇，吃了还是会有点腻的。哇塞！哦，这配料表好像只有什么羊奶，还是牛奶？这个小蛋糕，不要问我为什么会买这个，看别人吃的就下单的，有芝麻味，还有这种香葱味道的，吃下这个香葱的，哇，好娇小啊！给你们看，一个就这么点点大，这么点大，好迷你。它没有葱香味儿，就是原味儿。我感觉有点油了，啊，还是芝麻味更好吃一点。我发现它这个好像更扎实，它不是那种松泡泡的。这个我以后留着早上泡牛奶吃了。好娇小一个，完全没有负担。泡个一下，应该能吃掉这一排吧。最后一样是这个爆浆鸡腿卷，这个已经被我吃掉了大概有三根吧。它里面超级大一个，就是冷冻的，它里面这么大。它是什么？鸡皮里面裹着那个鸡腿肉，我给它打好了，就是上面这个黑胡椒酱是我自己淋的，但是我们家黑胡椒酱怎么有点怪怪的，不知道是放过期了还是咋的了，真的好大一个，然后外面那个皮 QQ 的感觉，里面塞的全部都是肉。它外面的皮还很有嚼劲，里面还是奥尔良口味的，它就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它会有点腻。如果你们不喜欢吃鸡皮的话，谨慎尝试，我个人觉得还是不错的，它的鸡皮没有很多油脂。所以我用黑胡椒酱让它中和一下，整体吃起来就很嫩，汁水真的很丰富。我饿的时候来一根特别满足。就比纯肉烤肠还要再满足一点。哎呀。下巴也想吃，搞点辣椒面也是可以的。好好好，今天所有的试吃差不多就已经没有什么了，好像。哇，今天这一期真的毕生所学，毕生所学。本零食公主的这个称号也算是坐稳了。我每天都看到好多的私信说跟着我买了好多零食，有些真的特别好吃，是不是？有好多人给我反馈。当然，我也是就是别人推荐给我的，我觉得也很不错，就立刻再推荐给你们，让更多的人知道。那就跟着我一起开心的买买买哈！这期视频到这就先结束，祝大家都看得开心哦！给我点个赞吧，拜拜。